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期呢是一个早春的购物分享，主要是分享一些 Aritzia 春季的单品，小个子的神裤和厚底鞋，还是以舒适、实穿、好搭配为主。所有产品的尺码、折扣等详情，我都会整理成文字版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区里。那我们就抓紧开始吧。首先呢，要给大家推荐一条最近找到的非常喜欢、非常好穿的工装裤。有一点点微喇的裤型啊，特别修饰腿型，腿看起来又细又长的。而且这种裤型它跟那种肥肥大大的休闲工装裤相比的话呢，会更有时装感一些，更高级一点。而且这个裤子颜色还挺独特的，它是深炭灰色吧，很好看。市面上卡其啊、军绿或者黑色的工装裤就很多了嘛，但这个颜色真的是拉开了这条裤子和那种平价工装裤的区别。但它的价格呢也不是很贵的那种，侧面的口袋非常贴腿，穿起来不会咧出去，这样子就既有装饰的作用又不显矮。后腰有松紧的设计，腰围这里舒适度很高，因为弹性大嘛。面料是棉质的，但比较挺阔，腿型不好的话也不会显现出来。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条裤子啊，我个人很喜欢。上半身呢是一个西装马甲，像这种马甲春夏是很实用的，特别适合通勤，因为它是西装的材质和版型嘛，会更加职业一点。这件它是挺难得适合小个子小骨架的，长短呀、肥瘦啊，包括胸这里的开口也是刚刚好，不会走光。我们这种小骨架的身材还挺难找到这样合身的西装马甲，普遍穿起来都会有点太大，撑不起来。这件它有一点点收腰，腰线的位置也是刚刚好，前短后长，然后前襟还有一个小开叉的设计，增加一些空气感，可以显高。面料是棉质的，不过也是有点挺阔的，上身绝对不会软塌塌的，很廉价，质感和做工都非常好。这一套就是很适合通勤来穿，过于典型的职场穿搭会有一点老气和土气，就可以搭配一些休闲的单品，比如说搭配的这双运动鞋。这双鞋本期超级推荐，我已经穿了一个多星期了，出门暴走逛街完全没问题。鞋底有6厘米的厚度，非常的增高，但它鞋底一点都不重啊，它是发泡橡胶底的，很轻很好走，踩上去带弹性的，有一点踩屎感。大家相信我，这双鞋上脚真的健步如飞。鞋面呢是网面的，比较透气，适合春夏，银灰色系，长盛不衰的运动鞋配色了。这期视频很多穿搭也都用到了这个鞋，非常百搭。那这双呢是 Bill Today 送的，之前买过的姐妹都知道他家的鞋很好穿，价格也很实惠。之前推荐过他家全皮的这个厚底乐福鞋，很多姐妹买了都是私信我夸赞的。大家相信我，这双运动鞋也非常值得入手，增高好走又百搭。下面这件呢是 Aritzia 春季非常有人气好看的一个针织衫，特别修饰身材啊，它是一个大领口的剪裁，那对于我这种没脖子的人来说就非常友好，主打一个修饰肩颈线条。而且它这个开口的大小我觉得刚刚好，如果再大一点就是有点走光了，但是它正好卡在胸前的这个位置，内衣啊什么的是不会露出来的。修身短款的版型，如果你配一个阔腿裤就特别显高。而且这种修身的针织衫，胸大的姐妹穿也很好看，正好可以凸显你身材的曲线，其实比我这种平胸上身效果要更好看。有一些镂空的小花花啥的，有点可爱，还带一点现在最火的 ballet core 芭蕾美学的感觉。很柔软的针织面料，贴身穿也非常亲肤。它还有很多颜色都是非常适合春天的。到了春夏，怎么可能少了一条白裤子呢？下面这个白裤子就是必须推荐给小个子的姐妹。这条裤子它的垂感很好啊，就是走路会有点飘逸带风的那种，特别适合夏天，穿起来会比较凉快。然后它这个裤型怎么说呢？叫窄管直筒的阔腿裤吧，就是穿着很飘的阔腿裤，但是不会太肥大。大家如果怕太肥的裤子压个子的话，这条就是刚刚好。配刚才那个厚底鞋，那就是巨人比例啊。裤长也刚刚好，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扒拉了很久找到的一条适合小个子的白色阔腿裤。它是双层的，裤脚那边仔细看，外层呢是长出来了一点，所以如果你配凉鞋，脚踝那边会比较轻盈显瘦。
我现在里面穿的是黑色内裤啊，帮大家测试一下，你们看它是透不出来的，价格也是比较实惠的，现在还在打折，这条裤子也很推荐。下面这件是 Aritzia 人气最旺的一个西装之一了，它是 Babaton 的 Agency 系列，这个系列都是偏时髦 business casual 的那种风格，非常适合通勤。这件 Agency 西装它带一个薄薄的垫肩，很低调不夸张，适合像我这种小骨架的窄肩身材，颜色是比较浅的那种烟灰色，就显得人很干净。版型是略微收腰的，用我的话来说呢，就是给女孩子穿的休闲西装。然后面料呢是含天丝的，还挺有弹性的，穿起来非常方便活动，不紧绷。但是整个西装呢，它又是蛮有支撑度的，穿起来很舒适，好活动，但又很挺阔，很有型，可以说是专门为通勤设计的了。它还有一点点的分量感，质感非常的好。当然，不上班的周末做外套穿也完全不老气。搭配 Aritzia 这件 IG 博主人手一条的西装开叉裙会更有活力，然后再配一双厚底的乐福鞋，就是很标准的都市休闲风了。那这双厚底的乐福鞋呢，也是 BO Today 的，这双是我专门帮咱们小个子挖来的一个矮子增高乐，鞋底有 4.5 厘米的厚度，同样也是橡胶发泡底的，很轻很好走，这个鞋一点都不重。然后它里外用到的呢都是全真牛皮的，就全都是真皮啊，很适合对鞋子透气性要求比较高的朋友，这双穿起来完全不捂脚。反正他家这种真皮乐福鞋的舒适度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优点，你看我随便这样压一下，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它那个皮是非常软，很有韧性的，一点都不磨脚，特别好走。设计也很好看啊，一个银色金属的三角标，增加了一点复古的感觉。当然现在也很流行这种带一点复古学院风的乐福鞋嘛，我觉得有一点 Prada 那双的感觉哦，但是它的价格是 Prada 的零头都不到，这双也是超级超级推荐的。当然我也帮大家要了一个折扣码，我会放在信息栏和评论区里。下面呢是一条适合春季的连衣裙，碎花的东西其实是有点容易踩雷的，但是这件碎花呢，它的配色完全不挑人。我个人的经验呢，是色彩饱和度太高的碎花，比如说大红啊、大紫的颜色就会有点挑人，然后花的图案如果太大的话也会有一点挑人。那像这件白底的小碎花就不会太夸张，颜色呢也都是很清新的这种，就很难出错。侧边有一个高开叉，走起路来很飘逸，也比较显高。裙子呢是修身的，但穿起来很舒适，很 stretchy， 因为它背后呢整一片都是松紧的，所以非常的方便行动。那它的长短包括胸前的这个 V 领的开口都刚刚好，还有一个高腰的收腰设计啊，也是比较显瘦显高的。裙摆呢是双层的，它里面带一个衬裙，不会透。然后等晚上降温了以后呢，我觉得配这个西装也挺适合的，因为这件西装它这个浅烟灰色就真的很百搭。下面这件呢是 Aritzia 春季非常实用的基础款长袖，它是 TNA 的 Home Stretch。那 TNA 的衣服它是偏休闲运动的风格，也有很多这种基础款的内搭啊、 T 恤啊、工装裤什么的都是很好穿的。这件的面料非常的舒适啊，它这个棉的绒线特别特别长，所以手感摸起来是那种绵绵软软的，特别特别亲肤，里面还添加了一些氨纶，弹性很大。正肩修身的版型适合各种身材啊，然后春季单穿呀、或者做内搭都非常的实用。那这件呢，我是买了粉色和白色两件，它这个粉色的饱和度很低，是那种非常舒服的裸粉色，很好搭配。然后像粉黑、粉灰、粉白都是很经典、很好看的配色。下半身的这条灰裤子呢，它是一个西装背带裤，还挺独特的。当然这个背带是可以拆下来的。面料偏轻薄，很适合春夏，然后它的垂坠感很强，就是走路带风带气场的那种。颜色仔细看是花灰色的，带一点杂色在里面。裤型是一个直筒的阔腿裤，也是比较显瘦显高的，
如果不想太老气的话，我觉得配刚才那双银色的运动鞋也很好看。它做了一个双褶的裤缝，很立体，也是自带高级的时装感。这条裤子的质感非常好，腰算是高腰的，然后腰线两边这个扣子呢是用来系肩带的，它这个肩带也是有好几个孔，可以用来调节肩带的长短，系上这个肩带会更休闲一点，也可以增加一些造型感。然后它这个上厕所还挺方便的，你就把这个肩带往下一拉，裤子是正常穿脱的。裤子的腰围以及长短对我这种1.5米的身高是完全没问题的，这个尺码很适合小个子。下面这条呢也是 Aritzia 很有名的适合小个子的一条长裤，这条它的面料会稍微厚一点点，拿到手里是很有分量感的，质感非常好，实物就是很重工的那种感觉。不过这条我觉得比较适合春秋冬三季，夏天最热的时候穿可能会有点厚，当然这条裤子它还有亚麻面料的，会更加适合夏天。那同样呢，它也是有 short、regular 和 tall 三种长度，那我这一条呢就是 short 版，裤长就非常的适合小个子。那因为它的面料会稍微厚一点嘛，所以这条也是特别的挺阔，就是型很好。同样呢，它也是做了一个这种褶皱的裤缝，让它会更加的立体。我觉得这一期视频给大家推荐的几条裤子都是气场蛮强的那种，但这种裤子市面上的尺码就普遍都偏大，不过我推荐的这几条真的都是很适合小个子的，我觉得还挺难得的。反正这几条裤子我个人都超级喜欢。下面呢是一条小白裙，如果觉得那种长裙会偏度假风的话，这种长度的纯色裙子会更加适合都市生活，日常通勤也是可以的。这条它是棉质的，更加休闲，裙摆呢是立体双层的，然后带一些镂空的小花，有一点点甜美，但非常的日常。我很喜欢它两侧做了一个口袋的设计，放个手机啥的特别方便。然后腰这里有一个腰带扣，它还送了一个腰带，如果喜欢收腰设计的话，也可以系腰带来穿，这样子可以显腰身，也更加显高一点。长度呢对小个子也比较友好，是在膝盖以上的位置。它是 V 领的设计，显脖子长，然后大胸穿呢也是可以显瘦的。袖子是一个中袖的长度吧，我觉得比短袖会更优雅一点。如果降温的话呢，在外边搭这个西装呀，或者这种皮夹克都很适合。如果你不喜欢碎花，那这条裙子就更加的百搭不挑人。然后这个小皮夹克它是人造皮的，但是皮质特别特别的软，弹性很大哦，手感摸起来有点像麂皮，就是那种软软绒绒的。然后它不是很厚，它是挺薄的，比较适合春夏。那这件皮夹克它很轻，穿起来比一般的那种硬皮的皮衣要舒服很多。长度是及腰短款的，特别干练。然后我觉得它是偏瘦的，就很适合小骨架的小个子。那如果你上半身宽一点的人，可能需要买大一码。下面呢是一条 Agoldi 的牛仔裤，也是我在 Aritzia 淘到的。这条它是一个高腰的直筒裤，如果不喜欢中低腰的裤子，觉得卡裆的姐妹，这条它就是裆很深，穿起来很舒服的。裤型不是很肥大，还是比较合身的，不会压个子。那这条它跟那种 baggy 带的老爹裤相比的话，老爹裤它的裤脚是有点收口的，这条的裤脚不收口，它是完全直筒的。颜色是很正的牛仔蓝色，然后也有一些磨白的处理，我觉得夏天很适合搭配白 T 恤，随便穿一个夹脚拖或者凉鞋也挺好看的。它这个面料也很软很舒服，上半身这个短款的针织衫也是比较适合春天的，它织得很宽松，然后颜色呢也是黑白杂色的，下摆会有一点点卷边啊，就穿起来很有那种慵懒随性的感觉。它这个面料是棉线的，所以贴身穿完全不扎，里边随便搭一个打底就可以打造那种层次感。这件它不是特别肥大，套在外套里面做内搭，腋下那边也不会很挤，在春天还是挺实用的，当然最主要的是很好看。
然后是 Aritzia 很受欢迎的一款露肩上衣。那秋冬他们是出了一个同款的露肩毛衣，就非常受欢迎。但我觉得毛衣露肩有点不实用，单穿的话太冷，做内搭呢又不方便。不过到了春夏，这种轻薄的露肩款就实用很多了，气温高了嘛，是可以直接单穿的。它这个面料有点像 legging 的感觉，就是很轻薄，但是弹性特别大，都是很清新很春夏的颜色。不过这件比较偏瘦，我这件是最小码的，穿起来会稍微有点紧，大家可以买大一码。我觉得配白色的阔腿裤还是很显高显瘦的。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所有的折扣码和购买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和评论区里。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